我发完这首歌之后，我就被一个人封锁了。其实遇到我这种人也蛮衰的，就是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对，就是遇到我这种人其实也蛮衰的，就是被就是弄我，然后我就写歌臭他，然后他也不能怎么样，因为他如果说他如果骂我，就代表他承认那个是他，所以就是活该的。对，然后就是我想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会弹吉他的射手座男生，你们真的小声一点，良率很低，良率很低。但是我没有说全部，但是就是良率很低这样子。好，这首歌 的介绍就是到这边。好，所有人只要请你们闭嘴。我不是和你同个模样，因为我只留着